他们自己拎出去吗？不自己拎出去，咱们坐车吗？不是，要车给他拖出去。好吧，不是，我说不是，他不有那个什么行李箱托运吗？托运你还得上大厅等去，咱直接拎。嗯，好吧。这碗吧，放哪儿？放他妈的啥呀？那个湿巾吗？多。我们的乌镇之旅结束了。妈开不开心？开心。现在我们要赶往下一站。这次来挺好的，我们啥都赶上了，什么早茶课呀，就是该体验的都体验上了，差不多，都玩儿挺开心。晴天雨天也都体验了。对，烟雨蒙蒙的。还恋恋不舍呢，在这儿等车，又是最后面，宽敞能放行李。妈舍不得走了，舍不得走就走了，这块不收留我呀。哎，在外边老热闹了。长途客车直接到杭州了，但是都已经没座了，人老多，真是赶上节假日了。我们决定走出去，到大门口，再给我妈最后的机会，让她好好赏一赏风景。妈，这不有一片竹子吗？你给我照个相。看我妈，这是走到哪拍到哪。呵呵，纪念嘛，你来过是不是？啊，纪念一下子我来过这个地方。咱们坐那个车呀，妈呀，还得等一个来小时，将近俩小时，来早得等俩小时。我这我看能不能改签，老溜达的时候早点去呗。改签。这会儿有啥溜达的？刚才那块儿的花多好看，哪嘎达？还看见那边蔷薇花了，在路上呢，别往那去了。下个点儿它也有这花，对。贵不贵，朋友们？很贵吧？肯定便宜不了。你看看，全是窗户。这边的建筑跟我们那边真的是不一样。终于理解大家总问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卫生间没有窗户了。而且他们的八十平有可能是三室一厅，咱们八十平就两室一厅。长见识，你看看。杭州欢迎您。这么多吃的地方呢，全香味儿。知道我们饿了是吗？好香啊！你看这个还有个什么商业中心呢？咱先去住的地儿吧。怎么我感觉像上武汉似的？咱下飞机不就这样感觉吗？像大城市，对，大同小异。哇，杭州小笼包。杭州出名的是小笼包吗？怎么下雨了呢？我们的酒店就在这个地铁口，好近。
图片上可好看了，到底差点意思。也行，干净就行呗。主要就是说离地铁站费着劲，完了还有家里方便就行。也还行，这咱俩这咱妈。那就是，这个就直接穿。这个你看。又来到一个城市啊。杭州。休息休息，你们出去了啊。来回。这是我们第二次来杭州了，也是三四年前了。四年前了。嗯。先休息休息吧，从乌镇带回来的水在路上喝。